头钉发长的困扰，旅行生活记事。先往哪一边？OK。那就先往这边看看好了。这里是原酒厂。它的老旧工厂哈，对，以前酒厂。即将的下一个团体，他们是黑科技陷阱部。对，听到这个名称，大家就知道待会一定要一起动起来哦。所以，如果你还在外面逗留总部的朋友们，欢迎。走在这边，感觉真不错。他在沉思。你刚刚说像什么？这就很像在上课，老师在上课，在那边偷偷打瞌睡，一边沉着。不觉得吗？无语。生活设计馆，我们进去看看吗？看一下前面这个室内设计。好啊，你先过去看一下。这是算他们以前的生产线，算吗？作业守则，这是工厂作业守则。走啊，我们往前面看看。还有高低差。小心有阶梯哦。请按赞哦。